谁啊？怎么随便闯进来打扰别人啊你？下午哥累了睡着了，你不要吵醒他。可能是你太年轻，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但是有些事情是你强求不来的。男未婚女未嫁，自己的幸福当然自己争取啊。趁我报警之前，麻烦在门外帮我把门关好。我说过我不走了吗？小英，Coco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嘉武哥，你都不记得了？啊，小英，你不要误会啊，小英，小英，我记得我在餐厅等你。我知道你不是这种人，你可能被他设计了，他应该给你下了药。怎么会这样呢？头好痛。好好休息吧，家务，我先走了。等一下，我有东西要给你。没关系，家务不重要。我原本应该气到发狂，可是我就是气不起来。对不起，家务，对不起。我们分手吧。对不起。
我一直把你当成我最亲密的朋友。我不要啊，我不要是你朋友。我不相信这么多年来我对你的感情你都不懂，你为什么要一直逃避？老师，嗯，有件事不知道是不是我多心了。什么事？我刚刚在街上看到邱家武跟一个女生走在一起，样子蛮亲密的。喂，钟宇。雨飞，我喝多了。我好像惹了一点麻烦，你可以过来救我吗？你在哪里？我马上过去。我在你上次带我去的那个酒吧里。跑啊！你再跑啊！你走开！刚刚很厉害啊，不是很拽吗？再跑啊！你到底要干什么？雨飞，小心！放手！你放手！不要再打了！不要再打了！你刚刚打架没受伤吗？皮肉伤而已。那个雨飞为什么没有来？老师临时有事，所以叫我来接你。是什么重要的事情啊？这我懂了。钟宇姐，我送你回家吧。我没有要回家，你不用管了。那我陪你吧。不好意思，我们打烊了。徐妈，我想吃碗面。陈音，怎么是你啊？我想吃碗面。好好好，来来来，咱们先坐会儿啊。面来了，你慢慢吃。谢谢徐妈。慢慢吃啊。徐妈，哎，来一碗冰茶吧。好， 好，谢谢。徐妈，嗯，有酒吗？有，我去拿啊。谢谢。
你常带女生来这里啊？你是第一个。哇，这么荣幸啊！你知道我离过婚吗？我谈过很多次恋爱，可是那个婚姻算是政治联姻吧。你会不会觉得我这样是个坏女人？不会啊，我觉得你是一个有故事的女人。你年纪这么轻，怎么说话像个老头一样？是吗？老师也常这样说我。说说你跟雨飞是怎么认识的吧。中学的时候，我家人把我一个人送去纽约念书，后来我也很顺利的考上美术大学。本来以为就可以这样开开心心的学画了，但是家里出了意外，爸爸突然就走了。从那以后，我的人生全都乱了。我被赶出我的公寓，学校也不能去了，我就在街上流浪一年多，直到遇见老师。徐妈再见啊。再见。徐妈。快去快去。没事吧？没事，别碰我。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在街头帮人画画，赚点生活费，只想解决最起码的温饱。有一天，纽约下着雪，老师出现了，他看了我的画，就把他手上那块披萨递给我，然后跟我说：“你饿吗？”披萨。就是因为那块披萨，我才能活到现在。总而言之，从那之后，我就一直跟着老师。也许，那就是我存在的意义吧。怎么了？我就是个坏女人。学长第一次给我推拿，是吗？这好像也是我7年来再次帮人推。很对不起，好想回到7年以前。如果可以回到7年以前，那该有多好。
那圣洁纤细的每秒回忆，每刻我真的是一个坏人。我跟家武在一起7年，我发现我们之间根本就不是爱，我们已经习惯了对方。我发现我真的很坏，我一直在伤害家武，我们彼此都在伤害对方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不是一个好人，我真的是一个……你听我说，你听好了，在感情里面没有分好或坏，而且一段好的感情也没有人可以保证它永远不会变。我一直在欺骗我自己，我一直在欺骗我自己，你知道吗？我骗我自己感情生活很好，我骗我自己工作很好，我骗我自己所有的东西，可是我发现其实我什么都做不好，你知道吗？我什么都做不好。不要这样，其实什么都做不好。别这样了，你已经够努力了。每刻曾经让我一直牵挂的依然。